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仙界战场。其实不是，这只是仙界战场中的一场比赛。等下大家会看到一个很怪异的这个现象，大家注意他对方的止水啊，注意止水的一切行动。看止水，这是他第一次普攻，打中了明妈，然后一套连。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怪异。怪异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，看着啊，现在大家注意看了，现在我打了他的止水，等于是把他给混乱了，之后就怪异了。看，普攻一次，普攻两次，普攻三次，就加上之前那一次，在一个回合之内普攻了四次，真的是无比的怪异啊，真的非常怪异，哈哈，如果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话，请给我留言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青青，再见。